台湾女星吴佩慈同富商未婚夫纪晓波已经订咗婚五年，仲为对方生咗三个仔女，但系到而家都仲未正式注册结婚。虽然仲未正式成为纪太，不过吴佩慈最近接受访问嘅时候就承认已经有咗第四胎，而且仲系女女嚟嘅添。吴佩慈话目前状态良好，有固定做瑜伽，但系 B B 仲未满三个月，怕会小气，所以早前传出再度怀孕嘅消息都只好否认，打算满三个月先同大家分享喜讯。而而家凑够两个好字已经觉得好圆满，全家人都好开心，所以生完呢胎之后可能就会封肚了。